你嘢都可以平衡，人都可以。你自己试下先咯，或者你自己试一试先，去平衡嘅。可能不能有风，一点风就不行。没有风。那你在户外摆的时候不就很容易？户外的话很少，户外摆很少。户外摆的话就摆一些大的，主要是室内多一些。户外的话就像那稍微有点风就会倒。这个难度很大的。他叫我来修，让我得买很多药。